沙滩车，凭借卓越理念与杰出品质，成为中国第一沙滩车。制造 JS250 ATV 沙滩车是建设集团不断坚持产品创新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开发制造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款新车型。 ATV 原意为适合于各种地形行驶的车，具有很强的越野性能，是可以在多种道路上行驶的全路况车型。 JS250 ATV 沙滩车具有优良的动力性、可靠性、耐久性、舒适性，噪音和排放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准，各项指标在国内均处于领先地位，技术含量一流。 JS250 ATV 沙滩车有真正意义上的 ATV 发动机，具备低转速、大扭矩、超强性能，超越国内同等产品的车体配置，更让 JS250 ATV 沙滩车荣具中国第一沙滩车名副其实，也让 JS250 ATV 沙滩车得到沙滩王的美誉。闲暇时光，极具趣味。征服坎坷，激情四射。面对艰险，如履平地。勇者无畏的豪情宣言。智慧与力量的完美融合。JS250 ATV 沙滩车以顽强内在启动澎湃动力，随心所欲的纵情驰骋，任身体与思想一同飞翔，在草地里快乐追逐，让欢笑遍洒绿荫。放开约束，超越自我。250 ATV 沙滩车在矿山、油田、沙漠、林场、海滩、草原、农场、建筑工地、泥泞地、戍边防卫等处都能发挥它的重要作用。的卓越性能，JS250 ATV 沙滩车配装250cc 单缸风冷式四冲程发动机，真空助筛式化油器，大排量发动机用湿式自动新式离合器，轴传动，正向行驶。五档变速，逆向一档变速倒档机构，手拉反冲机构，
和电启动机构并存 CDI 电子点火系统，压力飞溅式润滑系统等良好的性能装置。由于发动机具有低转速大扭矩的特征，使得 GS250ATV 沙滩车具有良好的越野性能。GS250ATV 沙滩车采用方向把操纵机构，前后轮胎为无内胎的低压真空轮胎，前轮为手操纵鼓式制动，后轮为手操纵及脚刹鼓式制动机构，制动性能安全可靠。整车为全敞开式结构，外形粗犷大方，配有保险杠，前后宽大货架，车架采用矩形管框架，结构合理，强度高，前悬挂系统采用了目前汽车领域内较为先进的麦弗逊悬挂系统，使该车行驶时定位效果好，操纵轻便可靠。的伙伴，在美好的明天与我们一同前进。中国第一沙滩车，建设摩托。GS250ATV 沙滩车，
建设摩托